日前，钟丽缇在微博晒出一组与鲜肉丈夫张伦硕的京剧婚纱照，她还留言说，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拍到京剧婚纱的照片，和特别专业的团队合作，谢谢我亲爱的朋友英英，而且我以后也想学习京剧，然后做一个京剧表演分享给大家，哈哈。照片中的钟丽缇妆感别出心裁，她穿白纱咬唇自拍，眼神妩媚，网友留言说，时尚与艺术，人鱼的演绎，完美的画面，在你的笑容里看到了幸福，请和伦硕一直一直手牵手走下去。在此前接受采访时，钟丽缇自曝即将于11月8号在北京举办的婚礼将是海底世界主题，婚礼各个环节都创意十足，伴郎将穿潜水服出席，而被称为人鱼夫妇的他们还将在婚礼现场表演节目。钟丽缇与张伦硕相差12岁，这段恋情一开始并不被外界看好，但如今两人已修成正果。今年6月，张伦硕向钟丽缇求婚成功，11月接着就办婚礼，这节奏也是很快。张伦硕表示，为了方便亲朋好友出行方便，特意把婚礼地点定在北京。